大家好，我们是居銮中华二小的老师。我们发大教育部今年拟定了四年级 KSSR C8-2017 的华文课本的内容非常的好，因为它融入了我们柔佛州当地的特色，特别是在这一本课本中，它有提到了我们古来26里的那个壁画街。好，通过这个课文呢，可以让全马的小朋友呢认识柔佛州古来的壁画。所以希望全马的四年级华文老师可以特别认真的去教这一课，让全马的学生、老师、家长们都可以更认识我们柔佛州的文化与习俗。谢谢。